方琪，今天晚上同学聚会，你可得来啊，穿漂亮点，驱凯未婚妻也来。那个，你这阅卷哪是练字呢？写的都一模一样。你是不是既懒得见他，又怕别人觉得你放不下他？别以为你很了解老娘啊！要我说啊，没什么可犹豫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只有勇敢地面对过去，才能迎接美好的未来啊。难不成你真的怕见他？我怕个屁！我又不欠他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去就去。呀，这事儿不错啊，这么给你带出去，不至于给我丢脸。一定要穿这身吗？那当然了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既然决定了要去，那就要全副武装，不然一看你就是小屁孩。我才不是小屁孩。小屁孩才不愿意穿正装呢。这个也挺合适的啊，美女，你可真有眼光。这个是我们 Rory Y 新出的新款，加上你男朋友身材颜值在线，绝对适合他。什么男朋友？这是我弟弟。就这身了。他就是我女朋友，这个人有点傲娇。西装领带我都要。这身衣服多少钱？西装的话是8000，然后领带是2000整。等我一下。直接穿走吧，衣服姐姐送你了。不行，等我以后干了大事业，我加倍回报你，不然别人说我是软饭男。哎，还有，这就算我们共同财产。占我便宜呢？夫妻才讲究共同财产。滚！那以后的事谁说得准？